换掌，来，不是是这样。成龙大哥，是个游戏，看看手桌的这个。成龙大哥，哎，这个只是一个桌子，不要耗太多的力气。后面还有两轮，所有的力气用在这个打到这个。那我打你好不好？因为我觉得你太凶了，可以吗？因为我让就是给你们两轮，好吧？你们就给你们两轮，我打一轮，打你，对，然后你再打个成龙，这样公平。你不会刚才那样打我吧？可以洗了再用的，没事，我们洗了可以再用。对，真的，我们对对，我们再用的，对，我们会再用。放心，来了啊！何老师现在就动起来，别吃我的亏。我很公正的，艾伦，你的亏很少有人能吃到。我那叫他，他就使上了。我明白，我明白。好，好，好，来了啊！预备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开始。这个没有窍门。敲门呐！啊，你说敲门，我知道敲门就是 concert 啊。等一下，我知道啊，你的敲门就是在分散我的注意力。大哥，不要再聊了，时间一秒一秒的过。哇，厉害！没拍着，换我。来，小手放着，来，成龙，哈！朋友们，大哥，你有什么话想对何炅说的？我输给你的话，嗯。我这个大哥的名字，嗯，大哥三四啊，请你们把这段剪掉。他开了个头，突然发现讲不下去。我只有就是稍微帮一下成龙大哥了。我现在只用一件事情啊，艾伦上身。艾伦这边躺枪。朋友们是这样的。马上就要开始比赛了，我问一下电视机前的朋友，你们谁打过成龙？是吧？我现在就要做一个打成龙的男人，来吧，朋友，来了来了啊！啊，预备，来，小手放上去。我不会是爱人。开始。是这样的，何老师说这个就要看高速是这样的啊，是你打到这儿自己弹上去的，是这样，我确实出现了杨洋，我确实有点犹豫，我觉得我好像有触碰到成龙的肉，但是是那种，但我也不敢确认我触碰的到不到位，到不到位，就是有一点蹭到边边，好，我们看一下高速回放。躲开了，躲开了。